为什么？小孩就爱问为什么。一进厕所，那个门一关起来之后，就听到隔壁传来屁。结果小朋友呢，他就说：“为什么他的屁会那么臭呢？”然后隔壁的小姐就悠悠的传来说：“不好意思，吃坏了。”阿姨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没有关系，那我问你，等一下你的妈妈会来帮你擦屁股吗？”今天晚间8点，妈妈好神东森超市33频道。